莲池大师大概我们都很熟悉，净土宗的第八代祖师，出生在明末的年间，也成为明末四大高僧之一。昨天我们都到莲池大师墓去礼拜了一下。这个莲池大师在净土宗的祖师里面，是唯一的一个半路出家的一位祖师，31岁出家，而早年对儒家文化非常这个了解，也考取过秀才，这个莲池大师善根非常深厚，他早年在家的时候。他有一个邻居，邻居的一位老太太，天天念佛。这位莲池大师还很小，看到这个老婆婆天天念佛，就好奇问你怎么天天念佛呀？这个老太太说：“念佛好处说不完呐。说我的丈夫，这个老太太说我的丈夫。”临走，他就念佛的时候，临走告别了一生，很自在就往生了，所以我也就天天念佛。所以莲池大师从小就播下了一个念佛的种子，而且对生死一大事非常关注。他在17、18岁的时候，在他的书案上都写了“生死事大”4个字。说明他在青少年阶段对这种生命的终极关怀是赋予了极大的这种投入的，所以他就对世间的功名就显得很淡薄但是他的父母又希望他考功名这样到了30岁的时候，29岁、30岁，他的父亲、母亲先后过世，包括他的妻子也去世的情况下，他就顿感人生的无常，出家了。他以后还有一个继室汤氏，也跟着他一块出家了。